小裙子。前两天不好意思上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两天吃点菜也吃腻了，这中午他们点菜了，想吃鸡爪，想吃虾尾，想吃点米饭，那我去给他买了一兜子鸡爪，这一兜子鸡爪给了80多一个菜，你看我也去买鸡爪，将米饭蒸上，然后炒点虾尾。大家，你这个菜的分别，他俩小水晶，那你看，两个都是老婆，小外三。